妈就这么多钱吧。嗯，不就吃到老了，菜还那么多。老不了的，只要想吃，能供得上都不错了。嗯，天天吃不腻啊。可以换一个方法做嘛？今天我们就不煮饭了，用这清洁的烤着吃。这样能吃饱吗？保证让你吃饱，甚至吃到撑。那有那么好吃吗？那你就等着吧。那不要煮便饭吗？今天就吃茄子。哦。妈，你帮我拨点扇子哈。好嘞，拿过来我拨。评论区有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，咱们也有吃茄子的一百种方式。有段时间没吃烧烤，都生锈了。烤茄子，蒜蓉酱肯定是少不了。放个两勺盐，白砂糖，蚝油，再少来点老抽。喂，真开了眼了，没看到青茄子能烤嘞。下面已经发黑了，翻一面继续烤，表面再上上一层油。之前烤的都是紫茄子，青茄子还就没烤过，我想应该也很好吃。这个都爆开了，看上是不错，烤的是软的。这蒜蓉是放在这上面的。嗯，对，妈，我来。你来。每个地方都铺到，这样才有味。冒油了，妈盘子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好嘞，妈你先来一个，汤好你当心点。哦。喂，这没烧的好吃多了。这样不怕吃不完了吧？以后就这样烧，还方便。嗯。姐妹们，你们觉得茄子最好吃的方法是哪一种？我觉得还是这种。嗯，这种是好吃，很香，喜欢。妈，你连皮都吃了，皮不吃？嗯、皮香呀，好吃。这可能是太好吃了，妈连皮都吃掉了。嗯，你没洗吗？洗了。那洗有什么不能吃呀、啊？外面烤有点焦的。焦一点才香啊。妈还一点都不浪费了，焦的地方就不要吃了。嗯，好。再来一个，妈使劲吃，这就是饭哦。哦，行。今天茄子不但能吃饱，还能吃剩的。妈，没事，这个多吃一点，不要紧。是不要紧。看着都有食欲。嗯，一个字香。嗯，这么怕茄子吃不完。妈，菜里还有什么吃不完的？不跟你讲，讲的话不够吃的。